Q 发现了一扇奇怪的石头门，好奇的阿 Q 用尽全力推开了它。瞬间，阿 Q 进入到一个奇幻的童话世界，参天的大树，奇怪的发光体，倾泻而下的彩色瀑布，色彩斑斓的花朵，五彩缤纷。
洋世界美景呈现在眼前。水流里。
奇地询问蓝精灵，刚刚那是什么地方的？是啊，不留好可怕。以前住了许多可爱的精灵，大家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Thank you.
关进牢笼里，大家看到此景心生痛恨，决定商量对策，救出伙伴，打败怪兽。
喂，好，谢谢。